对话一，他是咱们班的。你认识的同学多吗？除了新来的同学，别的班的我都认识。你呢？除了咱们班同学以外，别的班的我都不认识。刚才跟你打网球的那个人是谁呀？是咱们班的。你不认识吗？是不是新来的呀？对，他是俄罗斯的，叫马林。一，根据对话内容，选择正确答案。一，男的和女的是一个班的吗？二，女的认识别的班的同学吗？三，男的认识哪些同学？